Hello，新年快乐！我现在已经洗完澡，然后准备要去吃年夜饭了。今天收了个早工，感谢剧组。新年好呀，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，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兔年大吉，事事顺心，心想事成，成 没有了。开个玩笑，就是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，这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。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呀。我的房间有点乱哈，没有架手机的地方，所以就只能在这里给你们录。然后我现在已经洗完澡了，头发还没吹。今天晚上大家应该会收到很多很多的祝福吧？那就。带着这些美好的祝愿，开启一年的好运吧。好了，不跟大家说了，今天记得要看春晚哦，然后和家人一起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。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